来，各位老板，我是建浩，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，而且它缺货很久哦，缺货很久，终于办回来了哦。这个日货缺货已经不是新闻，我们来看一下他那亚许的转接基座，转接快速转接座哦。它正常来讲呢，我们搭配的基捞饼大部分都是粗牙哦，粗牙就是我们海水用的，它直上就好了，直接锁上去。它其实最大的功能就是它是可以转接，而且它是比较快速型的啊。比如说我锁到这边，它这边有个牙，这个有一个防止垫片哦，一做一个阿收米，我你收它安嘞安嘞哦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直上我们的一般的基捞网，因为我为了要就是方便示范，所以我就拿一个比较小的网框哦，粗牙设计的哦，粗牙设计直接装上去就可以了。我稍微装一下就好了，我稍微装一下就好。那它主要就是说给我们方便干嘛呢？我们方便就是说我们方便收纳，给我们方便收纳。它在这边会做一个卡榫，在这边会做一个卡榫，你就不会说网子零零拢拢。要用的时候非常简单，这个一按一打开，就直接到定位了。好，那你们会跟我好奇说，哎，建浩哦，我这个是细牙的呢，我的这个网子是细牙的，怎么办 ？OK， 来，这先帮我收起来。细牙的没关系，你只要去买一个转接头哦，这个转接头到处都买得到，哦，这个转接头到处都买得到哦，大转小的转接头转上去之后呢，建浩我钓的鱼没那么大，所以我用细牙来设计，细牙来配置。所以呢，就直接再锁上一个细牙，就这么简单做一个连结，好，就这么简单做一个连结。哎，等我一下哦。为什么这细牙走？哦，进去了，进去了，进去了。OK， 这样子就好了。如果你是细牙的，买个大转小；如果你是粗牙，恭喜你就可以直上，就这样子。那它这个呢，主要是这一颗转接座了。这颗转接座缺货已经很久，那我会希望说这个可以顾客带来的便利度是非常的高的以外呢，它还有尬上一个这个防脱落片。有时候我们手残或者是今天心情不好，不小心，因为我们南极虾很容易出油，这一个垫片如果掉了，它还有一个 UB 给你。那至于多少钱的部分呢，我们一律私讯报价。OK， 感谢你的收看。